绑来绑来，给绑来绑来，小心不要丢到人。放放放放，不要烧到车子！你在干什么？走喽走喽走喽！我觉得前面那条不知道过不过得去，应该可以了。说起来蛮奇妙的，我跟国士是在一间网咖认识的，我们一起玩线上游戏认识的。对啊，他从以前就非常具有那种，就是非常会找一些方法解决，然后取得胜利。你看他以前玩那个天堂哦，对啊，他以前就是一个城的城主，对啊，他就是一个非常会有数字概念，然后算计。然后能获得酬劳，啊弟弟嘞，弟弟就是一直打怪，一直打怪，啊我也是一直打怪的那个人。国士做过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国士哦，做过什么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做过什么事情哦，就是他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跟努力，把就是公司前期成功的那个要素，他把它克服完成，就是算是。算网络行销广告这一块，我觉得让我非常非常佩服他，因为公司有很大的一部分成功要素是在这个地方，啊，这点是让我到现在都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也觉得他真的很棒，对啊。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我们一开始公司刚准备要经营外面客户的时候，准备要往外面转线、转跑道、转型，然后一开始也不知道要找什么客人，也没有客群，然后也没有人脉，然后我们更不懂要交，又不懂要去交际应酬，那想说啊，不然我们就自己做个广告，然后我们请广告公司帮我们印了一大堆的宣传纸。然后我跟他礼拜天跑去发传单，去想要派报员那样子发传单，跑了好几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最，我们顺便还印了那种大布条，路边常看那种红布条。啊，那个布条呢，我们拿去挂在路边那种未重化那种铁网子的路边，然后把它挂在上面。哎，等了很久，然后想说，哎，奇怪，怎么都没有电话来。欸，过一段时间之后，哇，终于有个电话来了，我很高兴，想说怎么有人打来问监视器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高兴。结果呢，那个电话确认完之后，当下也没有说要做，那只是第一通电话询问的。那我们当然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最后结果挂完电话之后，隔天我们那支电话被中华电信查，被封掉了，因为好像违反那个什么广告乱张贴广告之类的。所以那电话就被停掉了，我觉得还蛮糗的，对啊，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大概到现在都不会忘记。算蛮常那种会天马行空想一些事情的人，然后想完之后，然后国士常常就是一个很不客气就直接给你吐下去，所以我的内心的那种强大能被够指责，我觉得他占有极大的功劳。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开始事情都会用讨论，有时候原来天马行空想象的东西，也许它真的不是好的，
那最后面没有执行之后，也验证了他真的如同国师这样讲。那当然有时候结果是好的，然后国师如果有时候他要是拗不过我的话，就说那就说看看嘛，做了就知道结果了。所以我们是在这种互信、长期这种互信互赖的那种基础下，所到现在的。现在我们还是会常吵架啊，有时候他纠正我啊，纠正完有时候也许当下脸会拉不太下来，可是回去想想之后，隔天就好了，这样子，哎呀，就是还是会正常，还是会讨论事情。我觉得那个叫争执，可以这样说，但是我觉得算是讨论了。算是一个阴错阳差就请了一间公司，然后继续经营。但是一开始前面五年都是在承揽中信保全的代工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客户群。那后面开始会想要转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好像一直都是只有做中信保全的工作，只有一个客户好像也不行。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客户，所以是这样子才到现在的。不然一开始的契机，其实我觉得跟大家一般人都一样，就是想要顾三餐嘛，没有什么太伟大的抱负。我陈博士从现在开始只承你之如一人，答应你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做到，对你讲的每一句真话都是真心，你不开心我会哄你开心，只宠你不骗你，爱护你，永远觉得你最正，梦里也会见到你，我的心中只有你，老婆我爱你。诺电通是想说要我们想要提供一个能够，因为诺电这个行业其实多数人都不知道诺电是什么，然后其实要学习的管道也很封闭。那最早想要拍影片初步的原因，然后分享，一方面想说反正有时候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跟我们自己的同仁教也是一次啊，一个人就要讲一次，那如果透过拍影片，然后如果能够讲一次，然后可以让大家自己看，也是好像 还不错啊。之后当然影片上传之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你说它是知识吗，或是很独门吗？其实没有，其实我们在做的东西都是很一般普罗大众在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知识共享的时代啊，你很多东西你想要多隐秘多有 know how，你只能不断一直去想新的，你不能去固守原来的，所以让我觉得分享的力量很大呀。我跟国师啊，或是我们大师兄阿德，其实都站在这个基础下面，我们都很认同这个理念。所以其实诺电通这个频道，它是算一个分享型的，分享型的概念这样子。他其实蛮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人。他其实这次看到他，终于成家哦，我实在是替他很高兴，因为我在想，我大概是除了他爸以外，大概最关心他的有没有结婚的那个人。哎呀，所以这次看到他结婚，真的很开心。哎呀，真的很不错啊，真的要祝博士哦跟他老婆。是永浴爱河，对，很好。什么天作之合，还有什么成语？反正什么都是好的啦。哎呀，就这样就对了。哎呀 ，OK，OK。